我小老虎，今天我们骑的这一台百年历史的印第安呢，卖开玩笑哦！我第一次骑美式机车，然后骑在这个139的县道上，哈哈哈哈！我说真的啦，整个感觉的是什么啦？规个感觉就是，哎呀，我是来铁佗的啦，我真的是来看风景的啦。然后这个车哈，我先大概的说一下啦，它是印第安车款，然后这些英文名哦，反正我不太会念的。然后它的 CC 数是1133cc 的，然后是差不多在2011年的时候改款的这台车哦。然后美式机车其实大家都知道啦，很少在改款的啦。然后就是做了这个款项之后呢，就是一直延续在做，一直延续在做，大改款的几率不高啦。然后这个车呢，因为我第一次骑美式机车吼，我也试试看啦，哦，刚上来而已，就先适应一下。然后我记得啦，哦，给我的印象里面就是美式机车就是那种很正的啦，尤其是像哈雷啦，或者是印第安啊之类的，哦，胜利啊，哦，然后这一台感觉稍微给他试一下哦。加速这么烂的呢，要求我这个是属于一个低转车、低转扭力车哎，好灵巧哦，我动作也做重的呢，还好哎，哇吼，这真有扭力呢。可是说真的啦，那个我们在急加速的时候，它扭力涌现的时候，车子还真的还蛮正的。这个双缸车真的是没办法，跟哈雷应该是一个道理的。它顺顺骑，像我现在这样顺顺骑，基本上你并不会觉得说它会有哪里的震动或是什么。那这台车有一个，我先说一点，就是它有改高把，它本来是低把，本来是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的。那他车主当然骑这种要舒服嘛，要轻松嘛，啊，再老女王一定要轻轻松松、舒舒服服的骑乘嘛，所以他改了高把。我改了高把之后呢，我个人在觉得好舒服哦，第一次骑车这么悠闲，比那个上次那个 T120还要悠闲，哈哈哈哈。然后这个车还有一个特性哦，就是他还蛮听话的呢。各位知道我所谓的听话吧，就是我很怕不听话，真的是他的龙头跟我对抗。在海外过弯的时候不会耶，他听我的，这个有点让我意外哦，我以为他会就是不太听话，哈哈哈哈哈。哦，这加速还蛮有 feel 的耶，哈哈哈哈哈。我还是先适应一下好了，因为我还没有骑过那种这个脚，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脚踩这么前面的，哈哈哈哈，第一次哦，我说真的，我第一次骑这种真正纯正的美式机车哦，第一次啊，我骑起来，哈哈哈，啊，真的，好奇的跟喜悦哦，大于测试它的最主要性能，哈哈哈，好胜的好嘛，对不对？那骑这个车呢，我一开，我一。我一
一整个的心情就是愉悦。为什么会愉悦？就是舒服嘛。像现在我只要不是激烈的吵架，他的情况之下，吼，他基本上座位也好，手把也好，他脚的感觉也好，就是不会震动，舒服。哦，真的感觉这完全颠覆了我的想法哦。我以为说，比如说哈雷的车款，我是很想要试试看哈雷的车啦，或者是胜利。我以为哈雷啊、胜利、印第安这些车是属于那种一骑起来就是整个干一年的，啊，准准准的气血循环机的。可是它低转目前啊，我觉得低转都不会。当然，我刚刚说过了，只要拉，把它拉那个转速要拉上去的那一刹那，真的是很震哦。你说我现在故意退档，哦，啊，这个时候震动感就出来了哦。啊，这个震动感我还可以接受了。我说真的，我是说以美式机车来讲，我还是可以接受哦。换挡好顺畅哦，哈哈，但是我还是建议的。我是习惯无力合换挡的哦，啊，骑这个车我觉得啦，这是我个人觉得啦，我觉得还是要拉力合换挡会比较好。然后我记得他所谓的哈雷啦，或者是美式机车啊，一般他们的前脚都是不能吃得很深的哦，啊，车主有跟我说这台车可以吃得蛮深的。我是不会去试的，啊，因为这头卡都练掉靠背哦，对不？没必要啦。那这台车的车款官方售价是大概是80几万呢，空车哦，空车哦。这个可以选配很多东西的，像车主有选配那个什么向后箱子啊，是什么之类的，选配到来都快要差不多100万了，差不多100多万了。所以说就是我就像我说的，整个就是反正就是舒服嘛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，像我现在激烈吵架一点的话，它那个震动，我说真的就蛮大的啦，尤其是脚的感觉，脚的那种感觉震动还蛮大的。那虽然扭力涌现真的还真的很快，真的是很快，说真的，这毋庸置疑。它就是扭力车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个车，我说真的啦，可以很放松的，像我现在这样骑乘啦。那它这个车也可以是像，比如说在这个这样子的路段呢，还是可以，还可以蛮猛的哦，就是。我就像我来讲，我现在开始对他慢慢有信心。虽然天气很冷，哈哈哈哈，可是他听话哦。我先说一下哦，他至少是一个很还蛮听话的车啊，哦，并不是说不听话，不听话我就怕了，或者是说没什么情脚之类的，反正我就觉得他还好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真的，这台车。然后这种低转非常顺畅，你看我现在故意这么低转在骑它，非常非常的顺。我以为它会震，不会。我开始对这种美式机车真的有兴趣了，靠腰，哎，这后面再坐个女王哦，像这样子啊，这边喝个咖啡啊，慢慢骑，哦，战斗，像我刚刚那稍微战斗也好，我慢慢骑也好，哎，看，真的有 feel， 有 feel， 哦，那排档真的好顺哦，完全不费力的，我说真的，比我的石矮还要好打，哈哈哈哈。因为哦，我穿这种鞋子，我基本上我不敢骑仿赛车，我这个鞋子啊，一般的哦，
因为会痛，很难打。它不会耶，这个车竟然穿这个鞋子，我可以轻轻松松的打换挡，很轻松哎。然后刹车哈，我先说一下，它这种车的刹车绝对是不是说很强啊，或者是怎样的、啊？但是我是觉得啦，我个人觉得啦，因为它其实，除非你在快速道路上面啦，要不然我们在一般的道路，我们都是骑感觉的，所以它的刹车是，我个人觉得会是够用，因为你不会是战斗的骑它，你没做。这俩拱的吧，其实这个车被他俩拱啦，跟上次那个记不记得各位有看过我那个骑那个 T120 一样啊，就是就这样子啊，就顺顺骑就好了嘛。还有一点哦，就是它的座高非常非常的低啊。那非常低有个好处，就是像我这种低咖，然后这种短腿的，哈哈哈，身高不高的人坐骑上它哦，要移车啦，甚至于要回转哦，比较不用担心。我说真的，坐高决定了你的压力度。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，它的价格决定了你的骑乘的压力度。你的压力有多高，你的价格有多高，你的压力就有多高。同样的，你的座位有多高，你的压力就会有多高，这是一定的，是绝对的哦。我先说的哦。那还有一种另外一个说法是，你的座位越高哦，你的倾角就越能够压得深，这是一定的。大部分大，我是说大部分，像仿赛的话，车子都很高，SV4 啦，然后 R1 啦 ，R6 啦，十R 也很高啊，835。然后这种座位都是那种六七百的，哈，没有什么压力啦。哦，它这个挡煞哦，真的震动很大。但是这个车哦，说真的啦，像我在这里骑，可以用四五档在骑也没关系啊。因为它扭力大，各位听懂那种概念哦。扭力大的车，你可以用高档位下去骑，它就骑那种 feel， 像现在这样子。哈哈哈！我刚刚我跟他们骑脚踏车的有点类似，他们只是他们很累，哈哈哈。然后我只是来悠闲的，哈哈哈哈哈。这个车真的是太好了，我看，而且又不贵哦，然后定价80几万，那如果是像去年的车的话，就是过期车，所谓的过年年度车的话，才70几万。我空车哦，我先说我空车哦，然后骑起来真的感觉蛮爽的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真的是第一次骑这种美式机车哦，真的是，我说真的还蛮爽的啦，哈哈哈哈。笑死了。穿的服装也可以穿得很轻松自然的，就是不一定要穿得很穿战斗的衣服。那这个也不适合啦，像我戴这个安全帽就有点怪怪的吼，对吧？哈哈哈哈哈。我一开始以为它这个是有开关的，结果他说没有。稳定啊，最主要是这个车哈、哦，给我的感觉是不会说不稳定啊，前避震啊，前避震可能有点稍微，如果再快一点点的速度再过弯的话，就稍微晃一下，稍微。我看到他这个表还蛮好笑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会说蛮好笑的？就是，他是0到120哦，都是很大格，很大格，很大格，然后120突然间变得很小格，很小格，很小格。哈哈
然后十四到两百，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在想象，靠北哦，这台车如果骑到两百的话会是怎样？跟他们的美食放风吹的，因为这个姿势的问题啦，姿势问题，这个车骑超过一百之后，这个姿势问题其实要撞风真的还蛮难受的。这个扭力，这个适合台湾，真的。我所谓适合台湾，为什么？我跟各位讲好不好？其实，在台湾，你说你要多高转的去搭高速，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呢、啊，除非你在上快速道路的之类的。那、你一般的道路上，你其实要低转高扭力的车会比较好骑，你会轻松嘛。我现在对他下个就是一个小结论呢、就是如果你想要载着小孩也好啦，女王也好啦，然后悠闲的骑车，然后说服女王让你跟你一起出门出去游玩，我觉得这款车不错、那不错的原因是因为他坐在后座应该也会蛮舒服，因为他不会很震，除非你故意拉高转。那其实骑乘起来那种感受是很有那种。就是上山来山上这样子吹吹风，真的很棒啊！这台车，然后就是舒服，整个就是舒服。说真的，什么没有，就是舒服。真的还轻松惬意的、这台车啊，说真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最后这台车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很爽很棒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